同学们好，今天老师要教你们新课，请你们打开你们的课本，打开第十九页，第三课，海洋世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同学们，打开课本第六册，打开第十九页。第三课，跟着老师读《海洋世界》。海边有很多公园，我最喜欢的是美丽的海洋世界，它每天都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游客。海洋世界里，可爱的海洋动物真多，有海豚、海狮、海象，有各种各样的热带鱼，有少见的北极熊、海牛等。海洋世界是多么神奇和美丽啊！好，老师给你们看一些图片。这张图片是海洋世界。海洋世界里呢，有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，比如这张图片里的是，对，海豚，还有这个海洋动物叫什么？对，是海狮。哦，这一张图片呢是什么？这一张图片里的动物是什么？对，海象。这一张图片里的呢是什么鱼？对，热带鱼。还有这一张的是什么？北极熊。最后一张是什么动物呢？是海牛。好，跟着老师读。在鲨鱼馆里，走进玻璃通道，透过玻璃墙，可以看见好多鲨鱼游来游去。突然，一条足有两米长的鲨鱼正向我冲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真担心他会把玻璃墙
撞破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图片。这张图片是玻璃通道。走进玻璃通道，透过玻璃墙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鲨鱼游来游去。海洋世界的海豚和鲸鱼表演是我最爱看的节目，他们有时跳出水面，有时钻入水下，有时在水面用尾巴拍打着海水，海水飞溅到游客身上。小朋友们高兴地叫了起来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聪明的海豚会唱歌、跳舞、拍手，还会玩球。算数学题呢？那神态可爱极了。再看金鱼，白色的肚皮，黑色的背，游得飞快，背上还站着一个人呢。这张图片里的是鲸鱼表演，鲸鱼表演的节目，鲸鱼的背上还站着一个人。好，下一个的图片是海豚表演节目。我们看，在海豚表演节目里，这些海豚还会玩球，有的会跳出水面，很可爱的，是不是？继续跟着老师读。我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海洋动物，非常喜欢神奇与美丽的海洋世界。如果我能生活在这五光十色的海洋世界里，天天与这些可爱的海洋动物在一起，那该多好啊。现在我们读生字，你们跟着老师读。吸，吸，饮，饮，神，神，波，波，离，
梨、丹、丹、眼、眼、尾、尾、八、八、拍、拍、令、令、太、太、度、度、背、背、雨、雨。我们读词语，老师读两遍，你们跟着读两遍。吸引，吸引。玻璃，玻璃。担心，担心。表演，表演。节目，节目。尾巴，尾巴。生活，生活。好，我们的第三课的课文到此结束了。再见，同学们。